激动。就是咱河洛市的台语关心文组，已经在咱河洛岛地区台语建庙七十周年吼。即阵时阵是七十年前，在咱台湾的淡水河一头了吼，伫天地庙庙的新庙，在咱将台语建庙七十周年，在咱河洛岛地区守护着所有咱的先人来庙七十周年。今仔日是咱关心文组的春节纪念日，嘛是咱河洛岛。是建庙七十周年的大好的日子哈，那么我们所有的人哈，我们都把帽子都拿下来，希望大家，谢谢大家这么晚了，这么晚了还在这边虔诚的恭迎我们观音佛祖的圣驾，见到我们普鲁士。